等下你要交换联络方式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再聊一下，不要猴急啊！没有猴急啊！你有猴急，你是不是很急？嗯，应该吧。你多长？对，我170几。嗯，不是那个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听。今天又到我每周最爆笑的交友软体。在开始之前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大家觉得在聊天的时候，声音的好听度重不重要呢？如果说今天 APP 配对对方的声音不是那么好听，那你会不会有想挂电话的冲动呢？所以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企划，我们来假扮女生，用极度假的这个女生线啊，去配对这个男网友，来实测看看说男生们听到这种嗓音会很现实的挂电话，还是说会被我这个独特的嗓音给吸引住呢？啊？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Hello，Hello。喂，听得到没？有啊。你声音好好听哦。有吗？有，好温暖，好性感哦。哎，你吃饱饭了没？你想干嘛？我没有想干嘛，怎么了？你想跟我吃哦？太远了吧？嗯，我胃口很大哎。多大？我都吃到饱。嗯，那很好啊。上次那个男生约我吃西提啊，我都吃不饱。那怎么办？嗯，我还要跟他说，我还要再加两球冰淇淋。然后嘞？没有啊，他觉得我会把他吃垮。你的声音怎么这样啊？娃娃音啊。啊？娃娃音啊。你这是娃娃音吗？对啊，很嗲哦。那你，所以你还不去吃饭哦？你吃了吗？还没啊。你会跟人家约吃饭吗？也是会啊。那你有遇到就很漂亮的吗？还是很可爱的吗？没有特别遇到哎。那有那个就加联络方式吗？会啊。哦，你干嘛？你要加是不是？嗯，你想干嘛呀？干你啊！你喜欢我这种嗓音哦。啊，看你要不要加呗。你打什么游戏吗？传说啊，还有打那个 LOL OOL 吗？我没有打那个啊，我想说，如果你有玩，我们可以一起玩，我可以辅助你啊。真的？我很会奶，我都玩那个索拉卡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奶很大。多大？不是啊，我说奶量，就是治愈的量很大啦，坏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是说，对啊，你都奶多大，都治愈多多。嗯，那你 AD 可以玩艾希吗？为什么？你艾希？艾希？哦，可以啊。你声音真的蛮好听的。这样听了都湿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鼻涕都流出来了，好酥好酥哦。是这样子。嗯。等下你要交换联络方式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再聊一下，不要猴急啊！没有猴急啊！你有猴急，你是不是很急？嗯，应该吧。你多长？对，我170几。嗯，不是那个长。啊，不然呢？比如说鼻梁多长啊？挺不挺啊？挺啊，挺啊，挺。可是我不喜欢挺，不要挺的。啊？你喜欢像我这种声音的吗？还可以。喜欢志玲姐姐这种吗？这声应该不是志玲姐姐的声音吧？坏死了！人家说是就是了。是这样吗？嗯，你觉得我漂亮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觉得你很像男神。人生是什么？男生，连本杀不会了，干！
哎、欸，兄弟，你声音蛮好听的，真的假的？我的、啊、你的声音一听我就贴图啊！啊，你这我想说靠背，你可以这样讲七分钟，你真的不累是不是？啊，我尾音没有练好啊，有点坏掉了。那很哎、欸，要持续这样讲，蛮辛苦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人超好哎、欸，蛮就是真的不错。因为我刚刚听到他干掉我那种的，我就想说干这一定是男生，你知道吗？干是男生是什么喂娘？那你喜欢喂娘吗？我是直男的，没办法。哦，你是直男是不是？那如果说有一个男生长得 很可爱，就很像女生，这样可以吗？没、嗯，妈，我有了他也有，就很奇怪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就可以极贱嘛，就是这个就互相切磋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感觉太奇怪了，我哎、欸，等一下加个好友啊，聊一下啊，蛮好玩的。OK， 好， okay. 现在按好了。好，先按吧。好，先按先。哎、欸，哥哥，啊，你这样骗了多少人？真的有人被骗到了？有一些可能想约做坏坏的事，还是有约我哎、欸。这是啊。爱出去看到本人还是这样的？没有啦，怎么肯出去？哦、我怕出去被揍啊、欸！有可能哦、喔，但出去会被打哦、喔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你一开始听出来就觉得怪怪的，是不是？这一听就是女生的嗲，不会是这个嗲？那你是觉得是用变声器，还是说就是装的？装的哦，装的。那你没有为什么没有拆穿我？这样直接拆穿就有点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不解风情，是不是？这就看他可以讲多久。哦，看，我以为你很贴心，他妈，你是想看靠挖被削瓦固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你当然我没办法很确定，因为真的，你说有没有女生的声音像你这样，也是有，女生的声音比较像男生的声音嘛，对吧？啊、哦，那你人算不错哎、欸，给你一个好评。赞赞赞！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好不好啊，在上面就聊天有趣而已，不然要干嘛？哦啊，你在这边有遇到变成女朋友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怎么讲？我啦，我觉得啊，哎、嗯欸，你知道，长得漂亮女生，她就不太需要用交友软体就可以有一堆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譬如说，她比较忙啊，她可能是业务嘛，就没时间交啊。你这样讲有，但是少数啊，真的。况且我是在乡下，其实滑到附近的都就可能不是我自己的菜吧。啊！靠背，你也是蛮厉害的、啊，真的。真的吗？那我的男生的正常声音你喜欢吗？你正常声音好听的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约出来击剑一下吗？击剑是谁？击剑就是那个啊。棒子打棒子，是假的、啊？没有啦，看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没有啦，我就跟你说我是直男的，我真的对男生我兴趣、哦、啊。如果有女生约你出来吃饭，你会 OK 吗？讲实在话啦，交友软体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，你当然会想会看对方大概先长怎样吧，对吧？会揣测一下。对，有些女生很神秘，就不想跟你看人。我就说，至少要当朋友，你也要知道这朋友是圆是扁嘛。哦。对吧？合理的。那懂你的意思。不过，但是、啊、白种人就是有些人不喜欢啦、啊。对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好，那我们聊得来，我们就聊嘛。然后你觉得你看我不顺眼，你不聊，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对，我们就不要聊。我觉得这没有，哦、我没有，我觉得没有错。就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有人要婚后行为，哎，有人觉得说婚前要先试车才会觉得 O 不 OK 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结婚一辈子的事情嘛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这两个都 OK 吧？我觉得对，就是嗯，这看个人。哎、欸，下次聊，我要去吃饭了，赞。OK， 谢啦，感谢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我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哎、欸，那个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啊、我刚刚那个我们对话很靠北，我可以 po 上去吗？可以啊，我都没查。那你，对，你到时候 PO 了，我到哪里看啊？我。